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我知道依家好多人都忙緊買嘢啦，因為我哋依個 COVID-19， 我哋要休息隔離14日。相公，依家我響呢度可以做依個 live 俾你哋睇，可以喺線上你可以睇得到 property 咯。因為你依家出唔到嚟啊嘛，冇相公啦。我依邊可以為你哋服務嘅就喺做呢，佢嘅間隔係點樣咯？我轉一轉嘅鏡頭俾你睇啊。OK， 依個係客廳嘅位置，你係由依個 entrance 入嚟嘅，入咗你，梳洗嘅依邊就係個廚房啦。依個係計係 dry kitchen。OK， 跟住嚟到依度咧。就是佢嘅 living hall， 嘅佢嘅間隔是長形嘅咯，你可以睇 living hall 喺依度嘛，咁樣食飯廳就依度啫，隔離依個就係廚房，即係我影俾你睇嘅。OK， 再睇下擺佢嘅 living hall 咯 ，then 廚房依度出嚟就有一個一。一呢度有一個門咯，一後邊呢度咧，佢就有一個工人房，或者你嚟做 storeroom 都可以呢個位置。咁呢度一就係擠你嘅洗衣機，或者我喺度做洗衫都可以。有啲人咧，佢係做嗰個煮飯嘅位置喺呢度咯，就唔可以擠到喺第度。咁樣過嚟依度有一個工人廁所，其實依個廁所咧，你可以拆咗佢馬桶，跟住將個洗衣機擠落依個位置。咁樣你依個一嘅位咧，你就可以咧做廚房。依個嘅玻璃窗口係可以打咗佢，依個廚房依度可以直通到去嗰個一。OK， 呢度，所以咁样我带你睇呢个就系客厅，过去呢度就系三间房啦，头房，门，跟住一个厕所，同埋三房嘅门啦。首先我哋先睇呢个系。Master bedroom 嘅 master bedroom 一入嚟，有一個 master bathroom 喺度。呢個單位佢係包括埋呢個 bathtub 喺呢個位置，頂有裝咗呢個 water heater， 呢個鏡，咁下度有一幅牆。咁呢個牆壁咧，你可以打咗佢嘅，佢係嗰個廁所啦，咪嗰個廁所。如果你不需要多一個廁所咧，呢一幅牆你可以打咗佢嘅。你打咗佢，變咗依間房就係長形嘅咯，即是咁樣長形。OK， 咁依個房嘅間隔咧，你都係可以擠一個 queen size bed， 同埋梳妝台，仲有係衣櫃咯，俾你睇多一擺。咁樣依個單位咧，佢係1406三加一房，同埋三個廁所。Okay. Hello， 所以係三加一工人房同埋三個廁所依個單位。等依家賣緊係700000啫，係 below market price。正話我同你講嘅係。1406方尺是賣緊750000至800000之前有 transact 得過的價錢，但依家依個 unit 賣緊700000啫，係好值得買。喺依個 Leon Residence Kuchai Lama 或者係 Happy Garden， 就喺 Sri Padang 嘅隔離，同埋靠近 Auckland Road， 所以你出去邊度嘅 Main Road 都係好方便嘅依個位置。
而且大多數都是 Chinese 住的地方，它是一個 freehold 的 property， 而且它有一個人造沙灘，還有三個 pool， 一個 jacuzzi pool， 一個是 Olympic size pool， 一個人造沙灘，還有一個是 children pool 啦。所以它的盲點就是它的游泳池就好像一個 resort 那樣啦。所以有什麼問題，你們想看哪一個 property， 你都可以聯絡我，我要寫下我的號碼在這裡，等你們有什麼問題或者我再看清楚一點的 unit， 我可以再拍 video 給你們看啦。再見啦，拜拜。